开始录音，来松松开，只要上去，是不是点零按钮？仔细看，仔细看，我是点零 ，OK， 好。完全不会断弧，很好焊接，输出电流很大。因为看起来很强，线拉得很长，这一颗又没有松开，松开的话会更好，卷在一起，电流会塞在一起，接离线、电压线都是很长，173 ，OK。